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想来谈谈情绪。人难免都会有情绪，不少人也常常体会到自己控制不了情绪，却被情绪所控制的那种苦恼。甚至有人呢，常在一时情绪底下犯了错，事后又懊悔不已。那么在这方面，佛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呢？我们现在就要请教圣严法师。法师，首先是不是能请您告诉我们，情绪？ 自和而来，为什么会有情绪？从佛法的观点呢，来看我们人叫做有情众生。既然有情，那就有情绪了。不过，这个情呢，有很多种啊。一种是情操，那很好啊。这种情操啊，是理性的情。 能够对人、对世界啊，对自己都是有益的。那如果没有情操的话，那就不是个人了，就跟动物，这个下等动物是相同的。第二等叫做情感，情感呢，这是跟亲人之间、跟自己啊有关系的人之间的。 还有呢，对自己嗜好所喜欢的以及不喜欢的之间呢，发生的一种感情的一种现象，叫做情感。人如果没有情感，那也变成了植物喽，变成矿物喽。所以有情感也是对的，不过情感不如情操那么的高尚。 情感可以善，可以恶，因为情感是自私的，由以自我的喜怒哀乐为依据的，所以情感可善可恶，不像情操那样子，情操是非常清净的，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和平的，稳定的，情感就不一定稳定了。 但是，第三个层次呢，叫做情绪。如陈小姐你刚才问的这么一个名词哈，情绪是从情感来的，因为情感不能法喜，情感不能满足，情感发生了冲击，情感发生了阻扰，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情绪。情绪是什么呢？情绪是绝对是没有理性的。 一定是是非常的波动，波动的非常厉害的。情感就有点像这个暴风雨天的海面，海面上的浪头啊，好大好大的，有的大的很高，有的比较低一点啊。这是情绪一来的时候啊，这个叫做无名火了。可能呢会大哭。 也可能呢会大笑，也可能呢弄得不好啊揍人，这种暴力的一种啊倾向啊就会出现，用语言的，就是用粗语，用动作的，就是一种粗暴，所以情绪不是好东西，所以如果一个人呢老是以情绪用事的人，比情感用事的人更坏，老是。 情绪不稳定的人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他对自己也是觉得很可怕，对人来讲的话，人家看到老是情绪冲动的人，就是把他当敬鬼神而远之。所以是最好不要动情绪。可是也有人会觉得说，如果人生呢这样子都没有波动的过去了，好像淡而无味，要有大悲大喜呢，好像他才觉得很过瘾啊。那觉得说情绪也没什么不好。 那就这一点，师父给他们什么样的忠告或者是看法？好像是对的，但是似是而非哦。人的所以有起有伏啊，好像是一种调剂，但是调剂的很痛苦啊，一下子要死，一下子要活，这样子好吗？所以情绪动过一次以后啊，身体的细胞不知道是多少。 身体不会健康，就心理也不会健康，寿命
可能要减少一些，是很不划算的事。如果能够情绪稳定的人呢，他是心里是健康的，心里是正常的，他自己的生活经常生活在非常愉快、轻松、怡啊、平静的情况下，如果老是在大喜、大怒、大悲、大乐这种情形下生活的人，活不久呀。 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的来避免情绪过分的波动呢？佛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？那就知道，情绪会带来我们灾难，情绪带来自己的灾难，也为人家带来呀灾难呢。知道是灾难，那就要有所漏，就好像是自己不要高血压喽，有了高血压很危险呢。 高血压的下边就是中风呢，中风的下边就可能瘫痪呢，瘫痪的下边可能就是死亡，所以一波接着一波来的都是坏事，所以是要先预防啊，自己情绪的产生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情绪已经产生了以后，如何的呀能够很快的能够平息，这也非常重要。不过呢，最好呢。 在情绪还没有出来以前，已经知道快要动情绪了。这个时候要用观念来化解自己。什么样的观念？观念就是说，我划不来耶，为什么要动情绪？动了情绪倒霉的是我自己耶。我应该呢，不是压抑自己，而是啊，把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化掉它。如果化掉了，不要管它，不要老是想这个。 想这个问题，老是想要冲突它，要冲破它，要给它，要给它怎么样子，要抗争它。那这个吃亏的是自己，第一个吃亏的自己，第二个可能对方也倒霉。那何必这样子？所以观念上要这样子，要把它调整过来。往往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自己调整不过来，所以动不动就是动情绪。那么第二种呢，要用做一点功夫了，做一点修养的功夫。 所以常常呢，能够做一点静坐的功夫啊。还有呢，常常能够经常就默念呐，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啊默念观世音菩萨，这也很有用。当情绪来的时候啊，你念阿弥陀佛，要快要来的时候啊，已经来了，可能来不及了。还没有来以前，念阿弥陀佛，以疫情作用，把这个情绪啊转变成了一种念阿弥陀佛的一个清净的念头上去的话。 一种信仰的念头上去的话，这个情绪就不会出现了。谢谢师父开始。